这个策展的一个眼光是不是全球化，还是地方的画的一个眼光？这个也是一个带有政治眼光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当代艺术的发展跟这个 global 的确不可分。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艺术，或者是所了解的信息，不论是从互联网来的，还是通过展览。 还是通过其他的渠道，那么你会看到很多全球艺术走向了一种互相的混杂 hybrid 一个特点。我总觉得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一个是不是眼光，还取决于你的那个态度和你的视野以及你的判断力。在最近几年发生的变化，艺术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艺术里边涉及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核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全球化里边面临的这种挑战，比如说冷战之后，尤其是911之后，我们在看待世界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说911之前，或者冷战之前，冷战之前是一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这种一个矛盾。 或者一种冲突。那么冷战之后，尤其是911之后，是一个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这种冲突。民族主义也包含了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边，比如说也有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就比较复杂。今天我们不能把艺术狭隘的去理解，只能站在民族主义的眼光上，但也不能只站在这个全球主义的这个眼光。我想你也要尊重这种差异。 尊重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到对它的文化的一种理解在里边。比如说，它的现代性跟一些国家现代性完全不一样，它的习俗、它的传统、它的文化的记忆、经验等等，都是存在着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所以呢，我们如何去在当代艺术里边发现这种最有价值的东西，把它能展示出来？ 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尊重差异，就一定是用那种民俗性的或者异国情调的眼光去做一个展览。要有发现的艺术家的这种对问题的提出，以及在艺术作品里边展示出他的想象力，以及他对艺术观念和语言的这种创造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讲，比如说一个中国的艺术家。 尽管他的语言现在已经很靠近欧美，但是他多少还有中国艺术家的那样一个身份，还有中国艺术家那样的痕迹在里边。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画家，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做 video 的艺术家，或者说我们看一些做装置的艺术家，他还是跟中国的这个条件、语境 context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呢，我想更应该我用一个专业的经济学的词语，不要从一个单一的角度去看今天的艺术，因为我们不要从全球眼光，也不能单从民族主义。我们今天用一个经济学的词叫 global 里外不有的一个眼光去看中国的艺术。我想呢，这个用这 latitude 和 attitude 这两个词呢，就是纬度和态度，这两个词的意思在哪里呢？我觉得关键这两个词背后。 我们会想到纬度，可能是像一个地理概念一样，在什么位置这样的。那么我想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坐标，就是一个它带有空间性的一个坐标，也有时间性。我觉得这个 latitude 里边有空间性，也有时间性。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通过这个Schoeni这个展览20周年，你会看到它有过去的作品，比如说1990年代初， 20世纪90年代，我们有现在的作品，我们跨越了时间，所以也有历史的东西在里边。比如说，这些有一些艺术家已经在中国的现代艺术史上有它的位置了。所以，我想这个纬度 latitude， 我更多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在这个 latitude 里边，或者我们在这个系统里边，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艺术的这个坐标里边，我们看到每个艺术家都有不同的。 想法、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这种观点，都在他的作品里边流露出来。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曾梵志的画，在那个时期的画，那个时期画就反映他的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或者他的分析。我们看今天的一些艺术。
跟以往的艺术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个就反映新的一代，比如说80后的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的那个历史观跟60后的艺术家完全不同，他们没有这么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所以我想呢，我们用这个题目呢，更重要的是在从深度从广度对中国当代艺术做一个梳理概括和总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所以我想这两个词非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分割的，其实每一个里边都有的他的态度，这种态度完全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展览里没有黄永平在海外的，比如说我们没有蔡国强，没有徐斌，我们没有缪小春，比如做的新的媒体的艺术，我们没有叶林汉，更年轻的有很多。所以但是呢，我想就是我们不能去把历史让一个画廊去承担，画廊太重了，这个承担的尖子太重了，所以我想呢，画廊不可能承担一个历史的全部。就即使我们这个展览就是用这个题目呢，我们也是要用一种谦虚的眼光去分析这个中国艺术20年或者30年这样的一个历程。画廊的这种选择有一些线索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是把历史全部揭示出来，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些线索，比如说我们看曾梵志跟画廊的一些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刘大红，这些人对美术史上也是很著名的，张小刚比如说岳敏君，还有刘野等等，我就不一一举了，就是这些人但是还是在中国的现代或者当代艺术史上还是很重要的艺术家或者画家。我们当然是就是以小见大，就是你可以通过这几个视角来谈，因为他们处的时期他跟那个大的历史是什么关系，我们不是从一个宏大历史谈这个案例，我们要从这个案例中去分析这个宏大的历史。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讲Schoeni的20年，这些艺术家折射出他们当时在圆明园的情况，当这个Schoeni先生当时去那儿的时候对他们的帮助，他们当时是生存的问题，那个也折射出当时的艺术家的生活的条件，他们生活的那个水平，以及他当时跟那个社会是不是开放，是不是自由的一个问题联系起来。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看到一种历史的界面，就不能是我们大谈历史再谈艺术家。我想这个可能是方法不一样， 我谈的是应该从小的点去折射这种历史现实背后的东西。